24号徐崇豪。好了，两个又要到了，他们要站在框框两边。好，来大家捕捉一下，谁拿到第二名的时候脸比较臭，好不好？不要香的哦，不要给摄影师坏坏的捕捉到哦。第一届青少年男子健体冠军，17号黄树恒，恭喜亚军王威杰。王威杰同学很厉害的，不要气馁好吗 ？OK， 前六名的奖牌啊，对不起，奖状由我们爱丽实业总经理 David 颁发。好，请奖状部队请出场。一样，前六名有奖状，前三名有奖牌，还有前三名的秋哥 SBD 的配件。冠军有 Burn， 我们的 Terry 再次赞助提供一件帅气的 T 恤，而不是 T 恤，背心。好，我们前三名请我们的健身效应，我们的肖全和 Michael 老板颁发，前三。30号、40号选手，请到后台集合好吗？31号跟40号选手。好，那麻烦把你们的所有手上的东西都放下来，我们一样，请我们的颁奖嘉宾跟大家合照一下。好的。好，麻烦我们弟弟们再往外挪一点啊！我们的颁奖嘉宾都有穿西装，不能摸到肤色计啊！哦，好不好？帮忙一下啊！好，我们男男举手，十指交扣，举起来，10秒钟，开放拍照摄影。Woke up in the New York City, in a funky jukebox. 最后5秒。好，谢谢颁奖嘉宾，也谢谢我们的。